各位委员，我们继续协商哈。那个刚刚这个几位民进党委员有一个文字修正的建议，那是不是看哪位要表达一下？印给大家看一下，好，来这边，嘿。这个只是一个草稿，还给大家看一下。对啊，对啊，等一下。来，我们现在请那个庄瑞雄委员，是不是针对我们所写的这样一个草稿修正动议？
是小琉球的麻花卷子。主席，各位委员哈，我看这样子啦，今天大家讨论了这么久以后啊，我看本来国民党那边也有提案，我陈昌明跟杨振委员有提案，那时代力量的委员我们刚也听到了哈，那是不是呢？这边我们的提案里面有提到了本法所称公民投票啊，包括全国性跟地方性的一个投票。全国性的公民投票的部分，用宪法老规定的哦，一部分都宪法啦，其他适用的部分呢、啊，这样子是不是也比较兼顾到刚刚每一个党团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个意见，来做一个折中了啊？这个部分，我想先做这样的一个简要的一个说明了。我想应该您家嘛有去跟您照顾到您的情况嘛？好，我们请黄国昌委员。第一个事情哦，是法条上面这样子写哦。第一个要解决的事情是说，你在解释上面，除宪法规定外，这到底是包括在里面，还是不包括在里面？那如果解释上是包括在里面的话，那下一个我会建议说，连宪法征修条文哦，也要把它征上去了，就是。依宪法及宪法征修条文规定外，然后其他适用事项如下。那我自己在看这个法条的时候，如果是配合着我们等一下针对第十四条要做修正，是可以把它解释成说是包括我们宪法征修条文所定的那两种事情的复决。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说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作为立法者，在立法的过程当中，要把它说明的非常非常啊的清楚，那以后适用上不会产生任何的误会。我们是不是请这个陈美玲秘书长？好，谢谢黄委员的那个询问哈。那个现在这样的写法，依照宪法规定外其他适用事项，这就是包含在里面，它不是用除外的规定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哈，我是认为说写宪法就足够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我们用宪法典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的宪法典是叫做《中华民国宪法》。好，那所以这里只要写宪法，其实它含征修条文都在里面的。我为什么哈会建议要把宪法征修条文写进去哈？就是说，我们今天立法者坐在这边，大家以为大家的意思都很清楚，但是我相信陈秘书长很了解哈。未来在适用法律的人的时候，我们现在除了有文义的解释，然后有在历史讨论的解释以外，另外有一种可能是体系的解释。那因为我看到监察法里面写的是说，监察院依宪法及宪法征修条文之规定行使什么什么什么权。那我们在公民投票法里面如果只有写宪法的话，那你到底是有意的排除，还是你认为在解释上面只要写宪法就包括了宪法征修条文？那在进行体系解释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解释说，监察法那个地方把它写进来，那公投法这边没有把它写进来，并不是有意排除。秘书长，你应该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嘿，再请那个说明一下。我懂黄委员的意见哈，但是我不认为监察法那样的一个立法体例是一个妥适的立法体例。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如果你这边要写完整用宪法典的话，那名称必须要完整了哈。所以我认为这里依宪法就是指还，因为本来征修条文本来就是宪法的一部分，这是都是属于宪法。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最起码。在立法理由当中，在里面就写宪法，然后包括宪法征修条文，把这些资料也把它写进去。这样真的对于以后齁很久很久以后的人，他们要去研究去解释这个法律的时候，才会有比较清楚的准据啦。嘿，安尼是不是齁这样子大家好像有一点共识啦，就是说你这个没有，我说现在他黄国昌提出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宪法里面
的规定的，包括在那个立法理由来对这部分做一个交代了。好，我们先陈昌明委员，然后再来陈义杰委员。刚刚我对于庄瑞雄委员的讲话，我有很大的意见。他说啊，像亲民党的陈义杰、国民党的杨振武跟陈昌明都支持这样，但是你嘛讲你也支持会掉，为什么你们都不敢讲出来？要透问这两个动作，你要里面也要外面，要加要搁掠，你们大胆的讲出来，我都没有意见。啊！你哪公告支持把它废掉？你们又不敢讲，弄跟光亲民党、跟国民党，陈姐，我们不要被利用。你被拖烂了，阿英家你更唔敢讲，啊，自己创制的法律自己又不敢讲。你都唔敢同签名，恁搁去讲。那这样子我请那个我询问一下齁。所以这个连提案都不敢联署了，连提案人都没有。作为国会的立法委员哈，等一下，大家不要说外面的选民呐、啊，我说明一下，提议看得很清楚了，这个提案黄委员都没有签。先等一下了，先等一下，刚才拿草稿给大家看是一种善意，表示是说看看大家意见怎么样。其实我们早就签好在这边呢、啊，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去印啊。这个只是说不要让人感觉到我们大党好像哦，那个我们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你知道吗？哎，打草稿给你们看也是一种尊重啊！啊，你要签，你即马跟签，快要跟签无？用上草稿出来哦。哎，帅啊！你头都用点，没弄嘛是草稿，对不？来，我们请那个。带学生啦，带学生啦。对。啊，对，陈义杰委员先，然后我们再请。要找理由啦，要绕跑不要找理由。要损两条啊，公公。陈昌明要绕跑了啦，我找理由啦。他开会开到十二点嘛，把他通过啊，国民党不想通过啊。什么国民党不想通过？啊，不然你就不要绕跑啊。你戴帽子，我跟你讲，你今日开个开明会之后，我就停你啦。到明天早上清楚，我都停你啦。不要不要这样子啦，不要玩这种啦，玩这种大家看不懂的啦。没有没有人在玩哦，大家都很认真在审查哈。来，陈义杰委员，你要先讲吗？这里我要再次强调一下，我觉得在讨论，其实都希望能够趋近于共识啊，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利用不利用的这个问题了哈。所以这陈昌明委员刚讲的，我觉得还是要反驳一下，因为刚已经说过，不要用有情绪的态度去正视、去针对这样子一个修法。那基本上我们对于这个提案，其实我们是有疑虑的哦，我们也不予支持，我们还是坚持原来亲民党所提出的修正动议。那在这里，我要再次重申一下，亲民党立场，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哦，公投法本来就不可以去沦为政治工具。那你在这里，所以我更不可能去，所以我们在这里，我觉得说为什么一直要去在争结这个点？原来在征收条文里面第一条、第四条、第十二条，我们都已经讲到快烂掉了，然后都已经讨论这么久了，所以。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好像把它好好的去讨论，而好是相对的，好像特定对象的一个政治表态或政治目的？我觉得这个是亲民党绝对不能认同的哈。所以我们在这里主张，其实领土变更本来就不应该纳入公投法，所以我们坚持我们原来修正东西是应该要予以删除的。好，那我们这次在我们对这一条。说真的，大家也讨论很久，然后亲民党立场就是说，我们对这条是有意见的。那其他的，如果大家都有共识，我们也希望今天出委员会。好，但这一条我们真的就是有所我们的坚持。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现在徐委员先了哈，那我们先请一下徐委员。主席好、啊，就我做了这么久，我听大家讲都没有什么共识哦。不过这个修正我们的公投法的部分，是我们上个会期5月9号到11号，我们花了3天的时间，同样也是这么多人，同样也都是内政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刘主委也都在，除了秘书长换人以外，其他的都同样。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我们这个会期在做修正。在做公投法这个部分，应该是对于我们上个会期有保留的条的法案的条例是去讨论的，而不是我们上个会期已经做了修正通过了，然后这个会期再来做反驳。那以后都要用这样子技术性的保留的时候，然后再做其他的法案的修正，那以后完全
就是都不要出委员会就好了嘛，反正我不断的这个会期休了，我下一个会期，我这个会期休了，然后我就一条来保留，我下个会期再来改，我就一点效率都没有。尤其我们今天又花了一整天都在这里，所以我是尊重上个会期，我们整个修正动议就是这样，对于保留的这个法案来做进行讨论，这样就好了。现在是一直讨论讨论不完啊，要不然就是病案能送协商就协商嘛。欸，不会，我们剩下四条而已哈，我们都已经讨论的差不多了。来，我们现在请这个黄国昌委员。刚发言的时候，其实已经把整个法适用的方式跟内容讲得很清楚了。哦，就是在公民投票法里面，它本来就是要去落实宪法征修条文的规定，没有什么所谓宪法征修条文第一条、第四条、第十二条规定得很清楚。我刚刚只是简单的抛出一个问题而已啊。好，那我没有，对不起，我话还没有讲完。好，我所谓抛出的简单一个问题是，你如果认为宪法征修条文里面规定得很清楚的话，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宪法征修条文的复决它的主管机关是谁？刚李俊英委员说他的解释上认为是行政院，那如果有中选会就是中选会。那我就要很直接的问一个问题，请问写到宪法征修条文哪里？那第二个，按照宪法征修条文所举行的复决，要不要举行电视辩论会？我的答案是当然要啊！啊，规定在哪里？就规定在公民投票法，宪法征修条文里面哪里有写说要举行电视辩论会？那整个讨论好像在鬼打墙一样啊，一直说宪法征修条文写得很清楚，写得很清楚。那我就简单的把我刚刚两个问题抛出来嘛。你写在宪法征修条文哪里？你点出来给大家看嘛。那宪法征修条文里面就是没有写嘛。在整个立法技术上面，谁会把宪法征修条文把那一些要进行复决程序的事项写在宪法征修条文里？啊，这不是笑话吗？当宪法征修条文有这个复决事项的时候，公民投票法要落实，这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啊。那你如果说大家今天在公民投票法里面看到了所谓领土变更的复决这几个字很刺眼的话，黄委员，那个我们不好意思，我不能讲话吗？我们今天一整天的态度大家都很温和，那对啊，所以我想你不要越讲越激动，好不好？对啊，都给你充分的时间可以说，那你请你再稍微不是啊，我扩荡一下好不好？我从头到尾不是要讲道理吗？我知道，只是你刚刚越讲越激动，要提醒你一下，就是说，所以啊，哦，没有，我这样说好了哈，就是说，基于善意。你说今天李俊毅、吴其明、赵天麟什么什么委员说哈，依照宪法规定外，其他适用事项如下。如果整个解释的方式，大家在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对，其他适用事项如下。那所谓依宪法规定外，第一个是它也适用这一部公民投票法。那第二个，这个宪法也如同刚刚行政院秘书长陈秘书长所写的，包括了所谓的宪法征修条文的话，那就符合了我刚刚一直在说明的。那整个规范的意旨，那我们今天会想说好，今天审查会已经大家 OK 的条文，要去做这样子的调整，我必须要老实讲，某个程度上都是一种善意的释出。我再强调一次哈，审查会通过的条文，如果要今天做这样子的文字修正，但是在整个法律适用的精神、内容跟原则上，如果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要改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某个程度上都是一种善意的释出。那但是如果说今天连这样子这么有善意的条文，大家还是没有办法形成共识的话，那就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回到审查会的条文。对时代力量而言，我们要讲清楚的事情就是，宪法征修条文的复决，它在实际上面的实践本来就要按照这套公民投票法来实践，不能够被这套公民投票法所架空。好，那我先请教你一下，所以刚才陈秘书长这样的说明，然后我们的提案你是支持的吗？可以啊，我可以接受，但是我必须要再讲的是说，如果这样子的条文，哦，就是我们这边已经释出了善意，我刚已经强调了，已经释出了善意。
让整个法规的适用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但是如果说大家连这样子的条文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话，这个没关系，这个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回到审查会通过的条文，这个、某人会来处理，好不好？那我们请那个，因为我老实讲，是审查会通过的条文啊，哈，这个是协商啊，对啊，我以法律整个适用来讲，它的明确性比现在这样的写法其实明确性还要更高了。好，请庄委员。我嘛唔知啊，黄委员，你在哪临时给动开？可能我讲了不清楚了。其实这个哈，我本法所称公民投票，包括全国性跟地方性公民投票，这些大概都划无。全国性公民投票依宪法规定外，其实重点是在后面这个地方啦，其他适用事项啦，对这样俩。所以其实你讲讲，我听听意见嘛，赶快呢。对吧？那你得了啦，好吧，没关系。那这样子啊，我们来问个每个党团好了。民进党反正就是联署，这是我们自己的案子了嘛。啊，你那个时代力量说可以接受嘛？那我现在请教亲民党，你刚刚意思是你不能接受嘛？你还是坚持你原来的你的版本嘛，对不对？那我想请教国民党团，你们的态度是怎么样？那你们的支持是什么？我想我们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非常的清楚。刚才时代力量已经讲了哈，因为。他原来我他能接受我在讲话，你这样关你什么事啊？你自己上个会期从五月九号到十一号演假的，演假的，他这个整个的条文写得这么清楚，我必须要怎么讲？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条文按照刚才陈美玲，我必须要再请教他的秘书长哈，陈美玲秘书长讲说，这个条文写出来是包括宪法征修。条文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吗？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原来所讲的就是包括这些条文里面所讲的，就是有许多国土领土这些我们必须要经过修宪的方式才能够处理，你这个条文包括这个部分吗？我想这个不够明确。如果说今天不是你在这里讲了算哦，你必须要在里面再讲得更清楚，因为如果说你全部都包括在内，那你就是原来我们在委员会所审查的条文，这非常的清楚。国民党的立场非常的清楚，因为你们想过任何的公投法，你们都会过，好，你们想要怎么把内容写得更清楚，也都会过。但是，至于我们在宪法征修的条文里面的领土的主张等等，我们的主张还是很清楚，就是必须要透过修宪的方式，修宪的层级才能够处理。今天你们要怎么表决，我们都输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立场讲得非常的清楚。民进党敢做不敢当，今天五月九号到十一号条文写得这么清楚的，为什么陈义杰委员一直拿这个修正的条文出来？大家都知道，我国民党立场也非常清楚。那没有关系，你们就把它写清楚，大家各自负责嘛，不要说又写不清楚又不负责，然后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可以五月九号到十一号那时候讲的天花乱坠，然后今天把它改成这个样子，改成一个不清不楚的提案，一点都不清楚。那我请教你哈，就是你对我们的提案的批评，我们都听到了啊，但是你的提案到底是什么？你就是支持原来审查会的这个版本，是不是？我们支持审查会，因为这个很清楚，这个就是每一个政党。我再确认一次、哦。那个主席，我现在再讲一次哦。好啊，好啊。这是每一个政党必须要负责任，必须要负责任的对每一个条文提出来。我懂。我们清楚的讲。好。我们认为国土这些领土变更、宪法修正，这个是必须要在修宪的层级去处理。而不是用你用一个含糊笼统的东西出来，好，你用含糊笼统的东西的，我们就有意见。因为我必须要把每一个党团意见都问清楚嘛，所以现在就是这样子哈。你怎么批评民进党的版本，我们都听到了哈。我现在意思是说，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上一次那个委员会协商的版本嘛，共识版。那这个共识版是不是你代表国民党党团现在你主张的版本？我现在问得很具体，因为我没有办法聚焦，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我们已经有个版本了嘛，啊，时代力量支持啊，那个亲民党也有一个版本，那亲民党现在反对我们这个版本，你坚持你的版本，那我现在就是国民党的立场，你坚持哪一个版本这样子？我们很清楚，嗯，我们对你们几个条文，其实我们的主张在我们前面就讲了，所以在这整个的条文里面，我们保留。
我们保留，因为我们认为你们现在所提，你们现在所提的这个条文是不负责任的条文。不是，就是说，那你主张哪一个？你的主张是，就是说，你早上说你支持现在这个协商版，我现在在确认你晚下这个时间点，你是不是还这样坚持叫我们才？所以，不，你拿麦克风讲一下，就国民党是不是就是支持现在这个协商的共识版原来的版本？我们就是希望今天包括那个陈一介委员的案子，包括这个案子，两岸并存嘛，送给院长去协商嘛。不是不是，现在的案子很具体，就是那个亲民党团有一个案子，然后民进党团现在有一个这个案子。那你们的案子是没有案子，还是就支持哪一个案子？你我是想要跟你问清楚，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因为你们，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依我们以前立法院的惯例，也就是在第一个会期，大家几乎是有共识的条文拿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础上来讲，我们拿了惠宏泰的版本，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看到了，而且我们一开始就清楚的讲我们的主张是什么。所以换句话讲，这个条文没有第二条了。你们对第二条的，我知道没有第二条，因为当时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共识，所以我们没有再提版本出来。所以你们支持我们这个，我们从头到尾，因为你们既然有共识的条文，你们写出来了，那你们就必须要负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开宗明义，我们就讲得很清楚。现在这样子哈，这样子我真的最后再问一下，亲民党的版本我们现在手上看到了，民进党到最后，因为我们还在协商嘛，我们现在提出的版本就是你们刚刚手上拿的这一张。那我这样问好了，国民党的版本就是我们在5月9号到11号的这个第二条的这个版本是国民党党团支持的版本吗？这样子，就是你各位。对了，我们不反对你们送这个案子出来啊。我们没有，我们的案子现在是这一张，我们的案子。对，我们反对这张啊，因为我们上次讨论，你自己改中整小了你。5月9号到11号，你们这个案子跟他吹个转坡。没关系，你的批评我讲，我都听到了嘛，我们都听到了。但我现在意思是说，那你还是你们就没有版本，你们就是表示反对的意思而已，还是讲哈？大家把话都讲清楚。你们在上一次的这个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你支持这个版本？我们当然支持啊，因为我们你现在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希望领土变更、宪法修正这些东西是从修宪的层级去处理，你们要把它放到公投法里面，没关系，你们自己放。所以你，但是你今天拿出来的版本根本是不清楚的嘛？所以原来审查会的版本就不一样哦。因为我们等一下搞不好会投票啊，所以等一下我们投可能是国民党就是有那个这一份，然后亲民党也有那一份。那国民党是要原来我们原来就是审查会原来要协商的，就刚刚是这样讲啊，是这个意思吗？白人，你们就是在打假球嘛？等一下啦，我现在只要问你，是你在表决吗？是你在打假球啊？你在打假球啦。要不然黄委员。黄委员，你到底是要啥讲清楚？你搁落一头讲到尾，恁党员拢听无？陈老伟，你敢听有？你敢说明，你敢说明。什么的五分的困难，咱们心酸，没用提修正案的。哎，乔明啊，你讲一下啊。你的翻译好哦。我们其实你翻译了不？你黄太后是该修理哦。我没有坐上去那个桌子修理。的意思，他非常尊重上一次的这个委员会哈、哦，已经修正过的版本在。啊，我起码都无太多嘛。啊，发动的也是你们的、啊，哦，要修改也是你们嘛。你作为男的，什么？啊，他意思始作俑者拢是恁的啦，做太多了，结尾啦。好了，那回播我知道，我昨天讲我没有态度。好了，好了，你今麦够有态度啊？陈超明有态度，不是支持亲民党的吗？伊有态度啊，是中他国民党无态度啊。那你该误会，伊有态度。那我可不可以试着这样处理看看？因为我们一整天，但很希望把这里有个共识。我想请教那个，就是陈一九人代表亲民党团跟两位国民党团。三位国民党团这边哈，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就是说支持我们这一个啊，大家调和出来的一个版本？好，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签。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个部分出委员会，
然后刚才就像黄国昌委员讲的，也算是一种善意的表示，大家调和出一个折中方案这样子哈，是不是可以这样？我想说，是不是再请教一下陈委员、黄委员，然后徐委员跟啊这个陈昭伟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这样子？我是换好啊，好啊，好啊，没事，你先好了。啊，国民党，啊，国民党啊，对不起，我意见太多了。陈昭明先的，我尊重我们的党团决议啊，来了，尊重我们的党，那个委员长的意见呐，还能听有无？听无啦。听无，估计无参加的啦，无被当选立委啦。啊，这我等下如果表决，你要投亲民党的版本，还是投国民党的版本？无限的表达啊，代表我心中真正的意见。好，现在陈委员，我真的还是劝大家了，因为这个啊，公民投票法的这个公投的补正啊，是全民的期待了。所以我真的是希望说我们委员会能够大家有共识啦。好，那假如我们委员会有共识的话，那最快我们这个会期就可以完成三读的程序啦。所以是不是在刚刚这个时代力量党团跟民进党党团齁，就有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接受说原来这个版本。那假如其他党团有意见，是不是互助在表达不同意见的这个部分呢，就保留意义，那还是要让这个案子我们要赶快往前走啦。那不然的话，就卡在这里哈。大家，我想，我就刚才就讲说，这个不要让你来我去啦。哦，就大家赶快有共识的话，我们赶快把这个案子送出去。反正大家意见都已经表达嘛，那如果大家不同的意见都已经容纳在里面了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照陈清迈委员讲的话，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我们不要动用表决，但是有仍然有保留意见的，仍然有反对意见的，我们可不可以保留异议这样子？可以吗？可以这样子吗？我讲的意思是足简单啦，我处理啦。其实我看黄委员加，尤其是加陈昭顺委员，我讲说，伊要讲你哪讲，你莫激动，恁会使阿哩讲。冒主，恁会使阿哩讲，叫你讲话小心一点。你点点啦，我咧讲，你点点。就是讲，恁一直咧讲啊，正反悔较早即个叫做鸟笼吼，即马安尼，迄个笼也无啊，甲开开，鸟可以飞了。时代力量人家今天也施出善意啦，哦，啊，这也鸟也袂乌白飞啦，你用心啦，哦，啊，所以建议啦，今仔日大家发出委员会啦，这个也是民众的一个期待啦。我是安尼啦吼，今天呐、啊。我发觉这个善意也转变得很快了。五个月以前的话，信誓旦旦了。我相信我们黄昭顺委员最痛苦的时候，我给讲一个未给讲的哦。恁的员工啊，这么大动啊，都难办。啊，为什么这样的转变跟他讲啊？如果你讲得通，我相信他能接受了。在这里，我们要重申一次啊！如果我们是对于就是领土变更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坚持一定要删除，不能放入公投法里面了、啊。那如果说，所以我们一定是持反对意见，就你们提出来的这个案子嘛，哈。那其他的，我们就像我们刚刚所重申的，我们也希望公投法赶快，这是全民的期待。所以其他的17条之一，我们。当然，就是等一下还会再讨论哈。那其他的没有异议的，我们希望今天赶快出来委员会。可是，领土变更这一条是我们非常坚持的啦，好吧？所以我们再从，如果真的大家讨论这么久也都没有共识的话，那我们要不要讨论择期再来？择期再审也可以啊。哦，我们也配合。那不然的话，真的、啊、今天把它审完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就协商啊。今天处理。嘿，黄委员，嘿。我觉得大家如果针对一些关键性的条文齁有不一样啊的看法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异议的条文整理好没有问题嘛。那少数有异议的条文就交到院会里面
去处理啊。就直接送到院会里面去处理啊？没有啊，因为我刚刚说过了哈，以整个立法体例上面来看，我会觉得写的最好的方式是我们当初时代力量党团写的那样子，写的清清楚楚的，写的清清楚楚的。那今天我们是为了想说啊，如果条文可以不要保留，第二条大家都可以通过，那他来解释适用上面也很清楚，本来就包括宪法征修条文里面所写的复决。我们没有坚持说在法条文字上一定要怎么呈现，在法解释上面很清楚的，它落在适用范围就好了。这是我刚刚说我们愿意释出的善意。那但是如果说最后这个条文还是要保留，那我就直接建议嘛，就各个党团认为他们支持条文的版本，就到院会里面去处理，那各自对各自的版本提出说明，那最后表决，那大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OK， 那你说要送到院会里面去处理的话，大家对针对这些条文有不一样的看法，那我们也可以依照我们之前不管是不在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在劳基法，事实上在法案大家上去讨论表决这些程序，事实上之前都做过啊。那建立一个文明的规范，到院会里面去各自表达各自的看法。那最后不同的版本，让所有的立法委员大家自己来做决定，那为了自己的决定来对选民负责，那也不用说好像说一定要拘泥于一个月协商期间的规定，就大家如果这件事情可以形成共识的话，就是没有谁要逼谁接受什么的条文，那都没有关系，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你的立场到院会里也可以讨论，那也可以表示你的看法，那最后所有的委员就用投票的方式，那让这个版本完成最后的三读，那也不要再去坚持那所谓一个月协商期间的规定，那真的能够在这个会期里面完成公民投票法的立法，来回应大家对于补正鸟笼公投法的期待。好，那这样我们来处理看看哈，是不是呢？就是说，要讲话了，好，请。我想很清楚，什么叫打假球？这个就是打假球。我看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心里难过。我们从上个会期审，然后很努力审了，审了好几天哦。当时还是陈委员当招委，大家信誓旦旦。我不管陈哪一个委员了，反正就是那三个当中的一个啦。那其实今天这个案子就是一个照妖镜，非常的清楚。由民进党的委员写了一个不清不楚的提案，然后这个不清不楚，因为这件事情是以后大家必须要负责的，这个什么人提，对整个的案子要怎么负责，我想未来整个的文件都会做记录。那么上次大家写的这么清楚在这里，结果今天自己再提一个案子再把它推翻掉啊，这不是打假球？什么才叫打假球？刚才那个黄国昌委员说他们退让，我想这个条文真的写得非常的不清楚，这个条文以后有太多的弹性空间，大家在玩什么花样大家一清二楚，不要来这一套。我们今天之所以国民党的惠宏泰委员的版本里面没有提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你们上一次写得这么清楚，而我们的主张也非常的清楚，所以你们怎么写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推翻你们所写的东西。结果没有想到从上一次到现在卡了半年，然后今天讨论了一天，我今天陪你们到明天早上都可以，那彻夜审查都可以，不要大家在这里说啊，等一下十二点要结束，没有关系，你就在延会。好，请那个陈其迈委员。我是建议这样啦，我们立法院的议事规则到十二点就自动就散会了，也不可能开到天亮啦。那我真的是建议说，因为这个法大家都很期待啊，那民进党也愿意说，在原来的一个条文之下，交啊这个按照现行的这个规定啊，包括说这个啊李俊毅委员所提这个版本啊，这个也相当程度的啊有比较多的一个弹性跟善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接受这个版本啦。所以我们还是要表达说，民进党党团可以接受这个版本，那也认为说，公投法它其实
有太多，包括我们18岁这个公民权跟电子联署啊，跟整个门槛的一个降低，这个是大家的全民的期待了。所以我真的希望各党团大家能够也许修的不尽大家都很满意啦，但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应该大家循有共识的方向去处理啦。那我们试着处理看看，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以这个我们民进党提的这个修正动议然后出委员会，但是国民党团跟亲民党团声明反对，这样子好不好？那你换句话讲，包括亲民党团的提案跟这个提案都不在我们送出委员会的名单吗？对，有没有秀下限吗？你们就声明反对啊？不是，我想不是声明反对的问题，因为你送到那个院长那边去协商的话，你必须要、你把案子都拿出来吗？干嘛？敢做不敢当啊！其实是这样子啦，我们用一个案子出去，我还是强调嘛，我们原来的条文，但我们跟时代力量党，我们可以接受现在现行这些这个规定嘛，现在嘛。那不然这样子，我再讲一次哈，就是说我们用，我看都可以接受。如果这个条文里面的啊，对，说什么我条话不在条文条，那个民进党跟时代力量撤销原通过委员会通过的。委员会还没通过，我们是协商的。你说你们撤销了，安尼我想就会过啦。你看你们撤销，好，是不是并撤销了？现在协商了。原来协商第二条，宪法修正案之复决与领土变更案之复决。来西，我你撤另撤销，安尼我话大概了。我化繁为简了啊。来西，我们是不是试着处理？看，因为大家的意思都差不多了，这样。好了，你就说吧。哎呀，刚刚就针对法律上的解释适用，已经讲了这么久了，那结果还在这样。我讲的比较更清楚一点了哈。第一个哈是，如果说要到院会里，我完全支持啊，到院会里面去讨论处理了。那我认为审查会所提出来最后通过的条文，在用词的定义上，公民投票、创制复决跟重大政策，事实上我个人是不赞成那个定义，所以我刚刚才说过，我认为比较好的版本，写的比较明确的是时代力量当初针对第二条我们所提出来的条文。那如果说今天大家对这个条文的写法都有各有坚持，好，有不一样的看法，那就到院会里面去处理。我就让我处理一下好不好，让主席处理一下，因为我们刚听的意见已经非常清楚了。好，那能够处理也只有委员会的委员可以处理，所以现在意思就是呢，亲民党陈怡杰委员表达反对意见，我们一定要把它列入记录，这样子。那黄昭顺委员看起来也是表达反对意见，好，我们就列入记录。然后呢，我们让这个民进党所提的修正动议，我们出委员会。但是这是一定要协商的，到时候的协商包括陈怡杰委员的版本，其实就可以拿出来，或者是黄昭顺委员到底是哪一个版本也可以拿出来啊，大家就可以在那里就是再协商嘛，对，就是刚讲在院会协商的部分这样子。没有啦，就是如果到时候这样处理，我觉得还是要留下记录啊。就到时候时代力量，我们还是会按照我们自己原来提出来的条文加入这个协商。那这个当然我们尊重时代力量到时候会怎么样啦。不过刚才我们也听到说您觉得这也是个善意啊，你也表示对这个的。不是啊，所以我才要把话给讲清楚嘛。我希望释出善意是说，按照刚刚李俊毅委员提出来的条文是，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样可以接受，时代力量愿意退让。刚刚我话应该讲得很清楚吧？那如果大家都有所坚持的话，那我当然要回到时代力量，我们一开始提出来条文，对我们提出来的条文负责任啊。好，了解。那现在怎么不被游戏规则变成是其他党团都可以坚持，只有时代力量不能坚持？当然不是，但不是，只是因为，所以我才说嘛。接下来在党团协商的时候，我们到时候还是会把自己的条文提出来加入协商。就是，我只是要讲这句话而已。我懂，完全。那接下来内政委员会要表决，我们知道时代力量内政委员会半席都没有，所以我们等一下没有办法加入等一下的表决。那个这个好部分，你的那个声明表态，大家都听到了。我刚才的处理请了解，完全是基于身为一个主席，我们要赶快让这件事情有效率进行，所以我们问的对象都是本委员会，当然有决定权，看能不能不要表决嘛。所以我最后结论就是，
两位委员声明反对，然后我们出这个列入记录，然后出这个版本，然后我们到院会再协商，这样要连同我们的版本一起。没有，你们的版本到时候进去，你们就自己再提出来了。就像黄委员讲的，他到时候也可以提他的版本。对啊，你就把你协商的告诉他，协商我这么一点个痛啊。没事，因为病案的也是病案的。好了，陈委员，就是因为你的意见，我们都其实大家都有记录下来了。到时候反正会协商，你不用担心。就像黄委员讲，他也要拿他的版本出来协商，这没有关系的，好不好？哎呀，这个因为都有记录的，要明确记录哈，表达异议。好，那我们第二条就这样。那我们再来进，嘿，好，陈昌明也反对。陈昌明委员，你是反对吗？不敢。拿麦克风讲，拿麦克风讲。陈昌明，你一世英名毁于旦了。啊，徐委员，没关系，等一下要反对的自己拿麦克风讲了，好不好？来，那我们接下来是第十四条，高志鹏第十四条。我们现在第二条有做了这样的一个版本的处理，对不对？那第十四条跟第十六条的部分，我们想请教一下各位委员和主管机关你们的看法，这样。真的，那要不要你们讲一下这样子？第十四条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就可以删除掉了哈，因为这边已经前面的第四款，如果照刚刚民进党提出来的那个版本的话，第四款第二项第四款第五款已经不见了嘛哈，所以这边就失所复利了。那至于他后面的程序，我们也知道，黄国昌委员也提到了嘛哈，我们会适用这一个公投法的其他的程序的部分，所以这里已经没有规定的一个必要。好，请黄委员。我反对删除第十四条。那反对的理由啊，并不是说你第二条条文处理完，第十四条就可以把它删除了。它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啊，是公告半年以后，这个是在宪法征修条文的规范没有错。但是宪法征修条文公告半年以后，接下来的程序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在这个条文里面有明确的规范。应于十日内将该公告案连同主文理由移送主管机关去做这件事情，而这个内容是在宪法征修条文里面所没有写的，在公民投票法的任何其他地方通通都没有写，所以绝对不能够把第十四条给删除，绝对不能够把第十四条给删除。那当然，我们会认为说保留原来的第二条、第二项、第四款跟第五款是比较明确。那不过因为你们前面委员会你们刚刚已经过了你们另外委员所提出来的条文，所以我在整个法体系当中，如果要顺着你们刚刚所通过的第二条的规定的话，那事实上就是依宪法所进行之公民投票案前面写这几个字，或者是你依宪法所举行之复决案，你要用两种文字哪个都可以，但是后面里面的规范包括这个条文本身绝对不能删除。好，陈怡姐妹。对，这一条我们是予以保留了，因为它这里有讨论到第二条第二项第四款跟第五款的部分嘛。那在第二条第二项的第五款，基本上我们刚刚是有意见的嘛，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一样，就并入送到协商好了，好不好？协商再来讨论呢。好，还有没有其他委员？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陈秘书长或主委，可不可以那个刚才那个黄国昌委员他担心的，就是说会失去一个可以依据或等等的哈，有没有你们可不可以说明一下？那个我是觉得不会啦哈，主要的理由是宪法上规定经过立法院公告半年之后，那因为那个就是立法院的职权，所以立法院处理完公告完就可以把这些相关的主文等等直接送到这一个中选会来处理。其实相对的，你去看的立法院可以提案的部分也没有写那个时间啦。也是立法院院会通过之后就可以直接交给主管机关去做处理，所以我认为这个应该没有这一个黄委员的疑虑了。讨论不同条，因为这个解释我看不懂。
刚刚那个陈秘书讲，陈秘书长在讲，全国性公民投票依宪法规定外其他适用事项如下，但是陈秘书长又解释了，行政院解释在宪法已包括领土变更的部分，这安怎讲？是讲宪法里面的领土，如果那个因为宪法里面的规定的事项里面要复决的时候，就用这个公投法，安尼底下台湾迄特别大代志。所以，如果你用这样解释，我会反对。你宪法的门槛要特别的高啊！你往一半往安尼来，你都唔敢讲。就门槛是依照这个现在门槛宪法有规定，宪法。宪法规定就是宪法有它的门槛，而且是载明在宪法里面的。啊，那个这都去了。来，请黄国昌委员。所以宪法就如果国土的变更就不会用公投啊，依照宪法的话，好，是的，是的。那第十四条，如果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的话，那就保留吗？目前本委员好像还没有听到不一样的看法，就是说，先问看看，就是，但我那个应该是说，陈秘书长刚刚的说明，不知道黄委员有没有其他要再追问的或追询的？我再说一次哦，刚刚陈秘书长的回答并没有回答到问题，我说过了，立法院公告半年以后，接下来的程序。接下来程序在宪法征修条文里面并没有定，他只有说三个月内必须要去举行复决的投票，那中间的那一块他没有规范，这个正是第十四条存在的理由，而第十四条这样子的规范也合理，他要求立法院在公告半年后应该在十天之内送到主管机关，那主管机关接下来大概才有两个多月之内的时间，那可以去准备接下来投票啊的进行。那基于上述的理由，我再次重申，我反对删除第十四条。好，我们其他委员或者是秘书长要不要再说明一下？就是我刚好听秘书长的意思是说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可是黄委好像还是一直认为会有这样的问题。哎，我哎呀，请。基本上我是觉得，因为我刚刚听了秘书长的意思，应该基本上如果是依照行政院的立场，其实是会没有，是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才对啦，齁。所以是不是行政机关还是说明清楚？因为我们本委员会看起来好像是还好，可是你还是说明一下啦，不然我们是觉得这条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才对。没有，因为宪法上已经说，经公告半年，应于三个月内投票复决嘛。好，所以你三个月内必须完成这个投票。那因此呢，换句话说，立法院就有，因为前面这个全部都是立法院的职权，所以立法院当然在这一个公告半年的时间到的时候，立法院就有义务要赶快交付这一个负责公民投票的主办机关去办理这一个复决嘛。好，所以我是觉得你反而去缴十天，其实立法院说不定不用啊，他就可以备文，第二天、第三天就送啊，不一定要十天以后才送啊。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在实务的执行上，或者这一个从宪法的层次来看，他应该后面接续的这一个所有的作为，应该是不会有异议的了。好，黄委员，我们再看一下十四条的规定哦。刚刚秘书长讲说，立法院备文两天三天就送出去，非常的好啊，完全符合十四条的规定啊。十四条是规定是十日内，并不是十日后，并不是十日后。那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事情是在接下来的这些程序接轨规定当中，你如果没有明确做规定的话，那立法院什么时候送给接下来的主管机关去做接下来的程序？在宪法征修条文里面，我再说一次，没有规范了，没有规范了。那反而是刚刚秘书长所讲的那个状况，所以立法院他动作很快，两天三天就送出去，那非常的好啊，就列入在十天之内啊。今天法文并不是所写说在十天之后啊，是十天之内你就要送给
有关的主管机关，让主管机关接下来才能够有充足的时间，能够来准备有关于这个复决票、复决案的投票。十六条是不是也是一样意思？大概他在讲的是不是也是？好，我们请赖瑞龙委员。我想请教一下那个主委那边的哈，就是说新一增修条文第一条，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于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经公告半年，应于三个月投票复决哈，在执行上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主委这边执行面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黄国昌委员所担心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那个在这边通过的条文，在执行上我们不会碰到什么困难啊。我说宪法上直接现在定的，执行上我们怎么？就目前那个像过去的例子的话，那么总统提交下来的东西，我们也马上执行，也没什么问题。跟委员会报告，其实有一些要排掉的条款，可能还是有这些需要了，包括你要不要听证呢？你要不要这辩论会，或者是你这个要排掉六个月了？这我们是原来是六个月嘛，这边是三个月就要来做投票等等的，是有一些排除条款没有错了，是有一些啦。对，所以当初写本来是四条，就是整个配套做好的，你突然要把它拔掉，你的解释上就会出现问题。你那个排除的意思是说，让这个法跟那个宪法没有矛盾，因为宪法上规定三个月内要办，那我们现在的法里面就是希望那个弹性大，一到六个月，哎，所以到时候就是要排除这一点，那么就是三个月内一定要办这样子。我们请秘书长再跟秦麦委员讲，再讲一次，嘿。跟黄委员说，我的看法是认为，我们第二条如果照刚刚那个修正案的话，依宪法之规定外，好，那换句话说，我已经是包含在里面了嘛，哈，所以等于这一套公投法，其实对于这一个宪法的修正跟这一个领土的变更的部分，它的程序的部分是都可以适用的啦。我是认为他就没有异议，否则的话，我这边再去说这里不适用，那里不适用，那反而我就要整体每一个条文再从头去检视，那两项究竟哪一些要适用，哪一些不适用？那这个规定我觉得绝对会不周延，我反而是觉得他应该全部都要适用。这样是比较符合你先前讲的，包含还有啦，我再讲一次啊。第一个事情是。十四条有两个重要的规范意义啊，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嘛。第二条的部分，大家已经讲得很清楚，是包括了宪法有关于修正案的复决，以及领土变更案的复决，这个刚刚已经讨论清楚了。所以这两个是落入在本法的范围当中。好，那第二个部分，十四条它所发挥的规范功能是宪法的这个要去适用本法的规定的时候。你把十四条拔掉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刚刚所讲的，从立法院公告完了以后，你要怎么接轨到主管机关的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没有写清楚的。现在这里面写说十天之内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移送给主管机关，在整个程序的办理上事实上是更明确的。那第二个部分就如同刚刚中选会的法务处处长他所讲的，在有一些期限的规定上，宪法的规定是跟在公投法里面的规定是不一样的。那为了避免日后产生解释上面的混淆，所以把那一些跟宪法不符合期间的规定把它排除适用，这样子规范起来有十四条跟没有十四条，从整个规范的体例上有十四条是更明确，
你反而变成没有十四条了以后，你才要花很多脑筋东想西想，东想西想，在法律没有规范的情况之下，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去解释适用在宪法修正案里面的公民投票程序？好，这样讨论的其实蛮多了，应该看起来就是各有各的看法了哈。那我们就请教我们委员会，好，那就是说对于这个行政院这边表示说十四条可以删除，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这样的话，我们委员会做的决定是把十四条删除，但是因为我们会交付协商，所以到时候可以请黄委员再看实在力量，到时候要不要再来那个表达那个看法了哈。那再来第十六条的部分。好，那个这边黄教授，我有一个修正动议，那个大家手上都有了吗？有了哈。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想请那个行政机关表达一下意见，好不好？我知道，没关系，你讲一下啊，我们等一下做处理这样。就是费鸿泰委员他本来是提四分之一，那黄教授我们把它修正为三分之一。大家有看到黄昭顺委员的那个修正动议了吗？好，我跟他补充说明一下，可以吗？好，我想因为针对那个费鸿泰委员的第十六条的这个公投重大政策的创制互决里面，他提出来是立法院经过四分之一以上立法委员这提议，交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办理公民投票，他是希望按照四分之一。那为什么我今天会把它提改成三分之一呢？因为今天早上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也有委员提到说，因为我们立法院国民党的委员不足三分之一，所以我们提四分之一，是不是有党的利益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意见哈，因为包括其他的国家，包括丹麦，有很多的国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那么我们回避党的利益的状况，所以我们自己把它改成三分之一。我想这样子的话，就跟我们的党的利益不会有任何的纠葛在一起。那其他的政党只要愿意的话，我想如果是涉及到整个重大的事件，而在整个的过程里头急于来处理的时候，我想这是可以处理的部分。好，以上，谢谢。好，那个早上我们讨论的时候哈，就是说主管机关已经有表达意见了嘛哈。我们这一条四分之一这个过早是没有保留，有保留吗？有，哦，这里好。这样我们直接处理好，因为早上讨论过很久了啦哈。虽然是要我们照审查会的部分来通过，大家有没有意见？有。那就黄昭顺委员反对嘛哈。我若讲恁迄个三分之一咧，我反对。就是你自照原来审查会的那个。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标注哈，这个黄昭顺委员反对？我们党团的意见。我知道，只是因为我们议事规则只能标示个人，所以徐正委员也反对哈。好，那我们就照审查通过，然后两位标注异议哈。那再来，我们进行第十七条之一。对，我们的中选会意见是什么？中选会否决者，自该否决之日起两年内。
对，我们那个刚才十六条的第二项是照那个中选会的这个建议，好，是第二项是照这个中选会的建议的。好，那十七条之一的部分。还有一个三十条，我们十七条之一先等一下好了，我们是先来看三十条哈。第三十条的部分是门槛的部分。我想跟各位委员请教一个大哉问啊，就是说，他这里因为我们是降低那个鸟笼公投的门槛嘛，那四分之一哈，它其实不是投票率四分之一，然后再简单多数决哦。它的四分之一是同意票就要达到投票权人的四分之一，其实这个门槛也是有一定的门槛在了哈，所以大家有没有要考虑说把那个四分之一改成投票的那个就是投票率达四分之一的里面的简单多数决，行政机关觉得怎么样？现在的条文跟罢免案哦，那你说明一下好了，你说明一下。就我们说现在的这个修正通过那个协议案啊，是跟罢免的那个条文是比较是一致的啦。那我觉得您就是主席刚刚讲的这个条文，那精神上就很差很多了。哦，所以要跟罢免案一致就对了啦哈。好，那这个这一条当然那个我们是我知道，我们就是有点代表性啦，而且跟选罢法其一就对了。好，那我们三十条就照审查会的那个通过，然后刚才第十六条陈义杰委员也表示异议，这样子反对就是会列入记录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回来处理十七条之一。这个主席啊，我是不是针对那个第十四条哈？我再表达一下我的意见了哈。是，因为第十四条呢，它后段哈，最后呢，我就跟他有说它不适用哪些规定了哈。那不适用哪些规定？从第九条到第十三条，哦，它除了在讲联署的这个部分啊，还有十七条的。第一项第三款啊、哦、啊，第十九条，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这样不适用把它列入，当然会比较明确去界定说啊，它所谓的宪法规定的这个事项会更明确啦，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并没有太大差异啦，我的意思是这样，列跟不列。文字上看有没有可能去做一些处理。那你要加那个头，你要怎么加？他老人尽量加一点水，你们来这边水。
哎，中选会，人要联署，你才知影中选会要联署的时阵，你提议啦，提议的时候你唔知伊要联署啥，提议啦，提议联署的时阵。你说提议领土变更吗？提案人。提案提领土变更。很可怜啊。对，可是现在的领土变更，我们是要从宪法才可以。我知，啊，所以这条像不适用，我干嘛呀？嗯。我知道，我什么叫你想看卖啊？好，这个我最后再来。好，第十七条之一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条哈。宪法已经有规定
在三个月内要付，所以你更不用在这里写，我就回到宪法。今嘛你讲，今嘛你讲门槛，门槛那个领土跟那个宪法里面都已经规定了、啊，有效同意票要过半数，要总额过半数才可以啊。领土变更跟修宪，我知啦，伊今日讲的是咧讲联署嘛，啊，我意思是讲，伊咧讲联署，啥物规定，迄你甲排除，他有啥物无好？啊，伊都袂联署，啊，伊都无联署的可能性嘛。啊，有人去联署，啊，啊，有人去联署，啊，就不符合规定，那个就不成，没有办法公投啊，没办法承认，因为宪法这个就是宪法已经规定，这个是立法委员的职权呢。对，你看他的 case， 你看他的报。我们基本就把这边写说依宪法跟你第二条配合啊，你最后排除的你不是只有排除联署而已，你投票的期限也要排除啊。本来是一个月到六个月之间要举行啊，他这个要超过那个时间啊，所以麻烦你。对啊。三个月内宪法就有规定，当然要以宪法来处理啊。属于这个项目的复决，当然就是宪法已经有明文的规定，包含它通过与否，宪法都有规定的。它要总投票人的过半数才能通过，所以你公民投票法这个规定也不能逾越宪法的规定，对不对？是没有错了，但是我现在要跟你讲的事情是。你现在就立法院东西拿出来了以后，到主管机关，它中间的接轨规定在宪法增修条文里面根本没写啊，只差那一个时间而已啊。对啊，所以我对嘛，所以我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在第十四条里面把它规范清楚，到底有什么伤害？你这边讲你关于上涨这十天之类嘛，对不对？关键你家嘛，对啊。那、啊、你后面你就那个期间的规定，你把它写得更清楚，就没有适用那一个月到六个月之间的期间，这样法律适用不是更明确吗？你这里有可能跟下里绑住了啦，就是那个十天，啊，公告后半年跟下里绑掉啦，有可能。跟下里绑掉。你塞在其他条，大概整个立法体力也蛮怪的。我阿伯，你刚刚这个公告的时间呢？你是要求讲这个十天内底，这个一定要处理嘛？对啊。你是咧扣这个十天嘛？惊破掉，对不对？啊，所以我讲安尼就加写入法条，就是讲地方伊若，地方伊若通过了，你嘛不一定写全部啊，包括迄个立法院发动的公投啊，你公告后看多久啊，就一起写啊，写在别条也可以啊。立法院发动的公投，哎呀，你都写底下，就这几条，立法院发动的公投嘛，认为有必要就得这个东西，就经立法院会通过以后直接交由嘛，根本就没有时间嘛。啊，你这个规定啊，经立法院会通过后交由，我写时间。你这个只有第二项，第二第二块。所以我就讲，我去拿这两条下做。你就是不交，很不精神啦。无啦，我无啦，无啦，无啦。就是立法院公告后，立法院公告十日内嘛，要下做。可以啊，但是你后面的这个东西，如果你还是要按照一般会选，一般必要。如果排除的部分觉得可以不用写，好，你可以同意不用写，只是为了那个他什么时候交由那个时间的话。我可以在十六条来写。我知道，那你第十六条你的客观适用范围也不会。没有没有，我对我我没有没有没有，我会把那个另外那两个案子的东西写上去。你先把东西条文写出来再来讲。等等等等，那个天理，哎，你那个条文楼下。好。十四条的部分，我们现在请这个行政院这边再试着去整合大家意见，写出一个条文出来看看，我们再回来处理哈。那现在休息一下，这个不是休息一下。好，那个第三十条哈，第三十条第一项的那个弹书，因为我们在第二条已经有处理了，所以我们把那个弹书直接删除，这样子。第三十条刚刚
那个修正通过，但是我们没有把那个弹书删除，因为第二条有另做处理的。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了哈。Thank you.
违反十天内。对啊。好，我们要准备开会喽，请大家谢谢陈怡杰委员请我们吃巧克力饼干。还有，谢谢庄瑞成委员，请大家吃麻花卷，来自于小琉球的麻花卷。
好，那我们继续开会哈。那针对第十四条的部分，大家协调的怎么样呢？好，你们再琢磨一下。那我把刚刚好就是这个会务人员有提醒我们，就是说第三十条里面的一些字眼啊，就是要加进去才会比较明确啦齁。所以我念一下给大家看，就是公民投票按投票结果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数同意票达投票权人总额四分之一以上者，即为通过。这样子，好，因为这个这样语义会比较清楚。好，跟大家补充一下。那十四条，来说明一下。少平姐，老者激动。报告一下那个第十六条的部分，我们建议增列第十六条增列第一项啊，立法院依照依宪法之规定进行之复决案，应于十日内交由主管机关办理公民投票。然后第二项、第三项就顺眼。这个内容是用来十六条。这一条是用来取代原来的高志鹏第十四条。对对对对，那原来十四条就删除，然后那个高志鹏的十四条删除，然后再把这样那个里面的意涵就放在第十六条的。这是刚刚写的，来那个大家看，还有那个十六条哈，也顺便做一些文字的小修正了，就是说，立法院院会通过后，必须在十日内交由主管机关办理公民投票了。还是要限一个时间嘛，啊，不你搞了一到底当时被搞有主管机关，那就两个都是十天，就一并规定这样。先确定一下哈，第一个是第一项，我们姑且不论对第二条有不一样的看法，第十六条的第一项这样的征修里面所讲的宪法，当然就包括宪法征修条文嘛，做这样子。做这样子的确认嘛，好。那第二个事情呢，是你的第一项的部分，在立法的体例上，跟第二项排除后面条文，第一项你没有另外的做明确的写法，你在法解释上是认为说，宪法的规定是优于法律的，所以你不要再另外去写这个东西。我想这件事情也要把它确认起来，因为你现在的问题是在你同样是把它放在第十六条的第一项跟第二项，你第二项有写，你第一项没有写，那所以你在整个解释上面这件事情在立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讲得很清楚。前面这个加上哈，应于十日内没有问题。啊，现在的问题是你的第二项后面有写不适用什么东西，但是你在第一项加上刚刚秘书长所建议的那个文字了以后，你后面没有再另外写啊。那你的意思是在解释上面，宪法的规定优先适用，这个我了解。但是我现在要提醒的就是说，当你在法条里面写在同一个条文的时候，第一项没有，第二项有，就这样子明文的规定。
到时候在法解释上面会蛮 confusing。我本来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哈，这不知道大家意见怎么样？就第十四条跟第十六条，就是立法院院会通过之复决案，十日定于十日内交付主管机关，你就这些都不用写嘛。反正你只要是立法院议决之复决案。那他公告有他公告的这个部分啊，他是公告后才可以交付复决。那跟你们立法院提案的部分，那个不是，那是原来那个你们立法院提案的部分是要院会通过后，不太一样。所以立法院要公告半年嘛，哈，啊，他这个不用公告嘛，哈，他只要院会通过，直接就可以交付了。立法院通过，哦，公告以后半年，而且他必须在三个月内就要投票。所以你是公告半年了，才交给主管机关了。这个依照宪法的规定的。经立法院院会，当然立法院呢，假设了哈，假设公民投票的规定里面，假如是一般的这个重大政策的复决。就直接不用公告，都不用公告程序了。你嘛怪怪，你无甲大家昭告天下者，讲即摆要公民投票啊，伊立法院通过啥，啊较来，干免公告程序。不，我现在我的意思说，我们现在跳脱哈，我们现在跳脱过去的想法啦，就公民投票。假如是国会发动的，那他不用先公告吗？那这样的民众怎么会知道说？交付给他之后，他就要开始办公英办什么那些，他才去由中选会再去公告。不是立法院去公告。对，修宪的公告跟那个不一样啊。那所以公民联署的公告是中选会公告，对，那立法院就没有公告。行政院也没有啊。行政院提案 的公投也没有公告啊，也都是公告啊，对，没有。无啦，我只是讲安怎较合理啦，就是讲你联署的，你嘛爱公告，你联署要成案，中选会要公告嘛？都是中选会公告，但是立法院也没公告，中选会要公告啊，上来公告，送给中选会之后，中选会当然要公告啊。中选会公告是，那是中选会公告投票，但是这个是宪法规定，是一定要先公告完才能交。而且这个公告是立法院公告，不是中选会公告。它基本上哈是成案以后公告。那宪法生效条文是一开始公告就要先公告，所以它现在在卡的是联署给成案，立法院给成案。那行政机关在一定的要件下，总统交付的可以承案。那不管你是怎么承案的，接下来都是交给中选会他们去公告。那宪法的部分就是立法院公告。对，那个写在宪法生效条文还不换多套了。这那个公告的性质不一样嘛？因为在哪里吗？没有，是他。他想不通，因为如果在消耗太多的话，我在监控他的，有啦，想说怎么把他想不出来。跟你讲，我这样没有问题。他的教化也修正到那，看看大家有没有，就是十六条，十日内交由主管机关嘛，然后增列十六条第二项。16条第1项。我们哈来看一下，现在就是把高志鹏委员第十四条，把它改变成第十六条第一项。那内容就请看刚才引用给大家的内容。然后原来第十六条的第一项、第二项变成第二项、第三项。其中那第二项呢，就是经立法院院会通过后，也把它加十日内，跟第一项其一。然后第二项的内容就到中选会所提的内容。大家有没有意见？好，请陈义杰委员。
针对行政院提出来的16条之一的修正动议，我们是保持对反对了哈，因为这一条其实是比较搭配刚刚民进党刚第二条的修正动议，所以我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如果其他条文要保留的话，那这个也保留协商啊？好，那个中选会建议说，那个立法院依宪法之规定进行的进行应该改成提出，会比较更精确那个法律用语。因为你现在连公告半年后就没有了嘛，连公告半年都。但是你就直接就拿掉，就文字上也没有了。因为我刚刚就是要补足漏掉的那一块，宪法没有的那一块，所以我。你安尼下雨的误会啦。对啦，所以你哪方提出，宪法提出要公告后提出吗？还是提出后公告？现在增列这个第十六条之一这个部分是中选会还是行政院还是哪一个委员提的增列的部分？这个部分应该是从黄国昌委员对十四条的坚持之后，陈其迈委员请行政院这边去草拟一个条文出来的。他们现在还在修这样子。好，现在这样子哈，大家久等了哈。我们第一项把它改成立法院依宪法之规定提出之复决案，经公告半年后，应于十日内交由主管机关办理公民投票，这样就非常明确了。这样子。然后陈义杰委员，因为他对第二条本来就是表达反对，所以他在这里也表达反对，我们就列入记录。那黄昭顺委员是不是也一并表达反对这样子？哎，我就准点啊，那就好，当作我没问，当作我没问。很奇怪，我不想讲话也不行，我觉得你们在那边演戏。当作我没问，我保留，我保留，你保留保留。哎，我唔插你也未使，我等下看资料未使，我继续安怎？顺顺耍，安尼给你问住。好，保留保留。好，那再来，我们就回到。三十条处理完的，是不是？好。我们先处理十七之一好了啦，要不然这一直都在那边搅和着这样子。好，十七之一，因为有陈义杰委员亲民党的提案，你们再次表达，就是删除的意思啦。好，對對對，他们就是表达删除。对，十一条之一的部分，其实我们早上的时候就表达过立场哦，因为之后有两岸监督条例的这个部分，那它整个法令上我们怕就是到时候也会有冲突性，所以既然未来在两岸监督条例是可以处理的，那我们觉得在这个部分就直接删除了。对，那再次重申一下这个立场。那我黄委员，那主席，我把上一次我们在开会哈，我想这个条文是上一次就是五月九号到十一号那个时候，民进党跟时代力量一起提出来的哈。
那这边的提案人是我想我就不要念，因为念出来的话等一下庄瑞雄委员会修理我哈。那他里面的说明栏怎么写呢哈？他里面的说明栏是写鉴于两岸关系特殊哦，他这样写哦，我把它整个念一次哈。然后大陆从不放弃以武力并吞台湾，为确保国家主权不受侵犯，两岸间之政治协商应获得高度民意的支持，避免违背人民的意愿，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第二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第一个是本条新增嘛，第三点他写说哈，凡涉及到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之政治协商，例如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结束敌对状态、安排阶段性或终极性的政治解决、划定或分享疆域、决定我国在国际上之代表之地位等协商，协商前应该由总统经行政院会之决议，交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办理公民投票，取得公民投票通过授权，使得进行协商。然后第四点，前该协商之协议文，本经立法院审查通过后，亦应经公民投票复决，并比照宪法征修条文第十二条之规定，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半数同意通过后，使得换文生效。然后这个条文提出来的时候，当时的主席就这样讲，他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处理事务往来，不能够处理政治性的协商，只是授权处理事务，他也不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第二点，我们现在是处理国家的定位的问题，类似修宪领土变更政治性的协商放在监督条例不是不行，但是它也有另有规定，没有规定的用其他的法令来规定。所以当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回想起那时候在太阳花协议之前，大家就讲说所有胡茂或茂在立法院一定要先立法再审查，一定要等监督条例通过，而且一定要公开透明。而且管碧林委员那时候也讲，胡茂具有条约的特性，应该比照法令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就对了。那时候我才恍然觉悟说，我很少赞同他们的意见，我们忽然发觉他们讲的蛮有道理的。所以今天啊，惠宏泰委员在这个我们国民党团的提案里面，我们针对这个条文没有提出任何的修正动议出来，我们忽然发觉到，不管是民进党，不管是时代力量，他们写的这些文章啊，都是我写不出来的，而且我也没有念过书，所以我这个我忽然觉得他们非常的伟大，所以我们就支持了。好，那请徐永明委员。好，还有黄国昌委员。我觉得有些事情哦，就是说我们立场是希望十七之一保留了，不是保留，就是放在维持原好。那不过刚才黄昭硕委员提哦，我要说明一下哈，时代力量相关的规定原本是放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里面，好，当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说，时代力量党团在监督条例有一个相对的条文，好。不过不管在哪个法，我们公投法的立法体应该包含一些复决程序，就是把，所以当时也讲很清楚。好，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要这个魁底的，我是说这个魁底，好，我们那时候是，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如果放在公投法也可以啦？好，那因为很重要，就是我想这边再讲一次嘛，不论从福茂或太阳花以来。大家就是很关心两岸关系里面是不是政治协商，那人民的参与，所以我们这边设了两个机制嘛，要协商这边设两个机制，一个要协商之前应该先公投，协商之后的文本也需要经过立法院，那这个层次就跟我们前面谈修宪公投或变更领土公投一样，这样一个规范里面，那我们认为放在这边的强化是很重要，尤其作为公投法，我们前面虽然想尽办法要把这个领土变更不要放这个字眼放在那里，可是我们基本上还是承袭
整个体系把所有修宪的、领土变更的，哦、各个层次的公投都放在公投法里面，哦、所以十七之一放进来在这里，哦、这实在上也是采取一个支持的立场。虽然我们一开始是放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里面。好，请黄国昌委员。这个条文、哦、在整个脉络上面、啊、到底要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必须要回顾、啊、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啊、就是当初两岸政治性的协议一定要交付公民投票的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前总统马英九先生他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在进行有关于讨论当时陆委会他们提出来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版本，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在民间社会里面对他的批评是不监督条例。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行政院陆委会那时候提出来的版本最大的挑战就是政治性的协议一定要先交付公民投票这件事情，既然是前总统马英九先生所提出来，你为什么不写在你们的条文当中？那个时候陆委会王玉琪主委，因为我是在立法院直接跟他对的，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他说这个是总统的诚信，总统说一定会先交付公民投票就会先交付公民投票。那当然我们后来也知道说所谓总统的诚信对于很多人民来讲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因此在进入立法院了以后，我们按照那个时候在太阳花运动里面的五大立法原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政治性的协议必须要先交付公民投票这件事情。时代力量完整的版本是写在我们自己所提出来的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监督条例当中，里面有我们的条文跟有 我们的版本。那这个立法原则能够树立，这个立法原则实质上能够树立，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并不坚持说一定要放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当中。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当初上个会期我们在审议公民投票法的时候，民进党的朋友提出了这样子的条文，我们赞成实质上面这个原则树立的内涵，我们并不介意到底把它放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里还是把它放在公民投票法里。所以那个时候对民进党所提出来这样子的条文我们是表示支持的，但是时代力量自己的条文我们是放在我们自己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版本当中。我想这个整个关于有关于政治性的协议必须要先交付公民投票，就我自己有亲身参与而且知道的，大概做一个这个脉络上面、啊、的说明。那现在这个条文已经放在公民投票法当中了，而且是委员会已经审查通过、啊、的版本。那这个时候你说突然要把它给拿掉，那它所象征的意义到底是赞成这个立法原则只是不赞成放在这个法里面，还是根本不赞成这个立法原则？可能大家会有不一样、啊、的看法。那对时代力量而言，我们觉得既然这个条文都已经放在这里面，能够借由这次的修法把大家不管是国民党执政还是民进党执政大家都共同赞成的一个看法把它写在条文当中，我觉得是有积极的意义。陈义杰委员。当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当初会有这个条文最主要是防止马政府背弃台湾人民，我记得那时候的前提是这样，那怕他会私自对对岸去达成一个不利台湾人民的协议。那我相信现在的两岸关系再加上其实现在两岸关系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理想，那现在的执政党我相信在这样子两岸关系不佳的一个状况下也不可能去背弃台湾人民的利益嘛，所以我认为是不是需要新增这个条文在这里，我认为是不需要的啦齁。那其实这个条文比第二条纳入领土变更作为公投事项其实是一样的，其实这一些都是政治性的提案，尤其是我们今天早上有提到说就是这里很明确的表示说两岸间的政治协议，那第一个是广泛上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订定，因为这个协议性是很多的。那接下来就是说
不仅现在如果照这样说，就是未来不仅两岸谈判前要全民公投，那你谈判完成之后也要再全民公投才能够生效，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到底符不符合就是到时候我们去处理一些重大政策或一些法案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思考的，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充满政治性而且完全不利于两岸去对等谈判的法条，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讲两岸的部分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不应该，我们不断要强调啦，就是我们真的不希望这个政治性的法条去沦落成像好像朝野恶斗的工具，不断的在强调亲民党对于这样子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如果在我们这个公民投票法本来就是我们想还权于民，主权在民的原则，那的确这么神圣的法条你如果去冠上太多政治性的修正条文，其实很明显跟本法之立法目的其实是有背离的，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恳切的是不是希望所有本会的委员哦，我也在这里呼吁执政党的委员是不是也能多多参考亲民党的意见，那在这里再次重申，我们还是认为应该要删除本修正条文。好，那个我试着做一下整理哈。非常感谢那个黄国昌委员刚刚的回顾啊，因为确实在当时就是在审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时候，有曾经倡议说在公投法中来放进去这个条款，所以十七之一的脉络确实如同黄委员所说的没有错。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包括像陈义杰委员他们所提的说这样子是不是在公投法中特别列了一个政治协议，是不是等等等等的啊，他的提案已经一直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确实两岸关系很特殊，我们要确保我们的主权不受侵犯，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政治协商要避免违背人民的这个意愿，要得到我们高度的人民的支持，确保国民主权的这个原则，那也要让两岸协议两岸政治协议的定义、授权、谈判、签署等等程序要更加完备，所以我们是不是让它就回到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修法过程中来讨论处理这件事情？那当然就会包括这个黄国昌委员所代表时代力量的版本，好，包括到时候的各个版本，我想就在那个里面直接在协议的条例去处理协议条例衍生出来是否公投、怎么公投、几次公投的问题，是不是这样有所妥当？请教各位，请黄委员、黄国、我想我非常的有意见。两岸关系条例的监督条例在上个会期不是我们国民党认养的法案，但是从上个会期一直到现在，内政委员会从来都没有排案，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一次案都没有排过。如果今天要把它放到两岸关系监督条例，我们可以同意，但是请签下来，各党团签，什么时候要审这个法案？让这个法案不要说我们每天在这里说我们每一个条文每一个协商都要公开要透明，然后必须要先立法再怎么样再干嘛，结果从上个会期民进党已经从2月1号立法院就是多数，而且是你们认养的法案，到今天没有排过任何一个案，这个案子没有排过，那没有排过啊，到今啊本来我们有案啊，就是没有，就后来就没有了，就被撤案了、啊、对，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有案，因为那个时候认养，他们认养的，他们有认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就分配好，结果案子就不见了，然后我们所以换句话讲，两岸关系监督条例，你们现在包括年代时代在讲，时代力量在讲，我们根本没有案啊，你们要放在哪里？请你们告诉我。请你们告诉我。好，那我们委员会哈，是不是还是照我刚刚讲那样，就是说我们到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时候来这个修法处理哈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所以我们十七之一我们删除，然后我们然后在那个地方处理的。我想不能够只有在这里删除。如果我们只有在这里删除，没有做一个主决议上去的话，那么监督条例我们还是讲空的。所以换句话讲，就是大家想要打假球嘛，对不对？来，我们请黄国昌委员。这个写得很清楚嘛。
就如同刚刚其他的条文一样，就时代力量在内政委员会没有委员嘛，所以对于内政委员会最后等一下表决要做成的决定，我们大概没有能够影响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很清楚的很说明，就是针对就这个条文，我们想既然好不容易公民投票法已经排审了，那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不晓得什么时候还要再审，这个条我们希望可以留下来。那至于说反正有一些条文包括第二条的部分，到时候大家还会保留到院会处理，我想就一并到院会里面去处理。好， 我想把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招委会议上面所做的决议我在这里再念一次。他决议怎么讲？内政部所属的业务报告105年阶段等等等，由黄昭顺主持，然后我们那然后那个什么中选会行大陆委员会什么什么，由陈其迈委员主持，政党法、草案建筑法、修正草案三号防治法等等的，由黄昭伟主持，两岸协议监督及处理条例、政党财产处理相关法律条案等法案审查，由陈昭伟、陈其迈主持。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案子现在已经不在立法院，已经被撤回了。所以主席，你刚才所做的决议等于是空谈，等于是空谈。我们今天必须要很认真，而且必须要很严肃的面对外界在看我们，我们在做什么。如果我们连这件事，如果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主决议，对两岸关那个条例，行政院什么时候送，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审查。我想我可以同意，但是如果说连法案都不送，法案又被撤，然后我们又不审查，这很奇怪的一件事，你知道吗？那个拿来，那本七月几号？七月一号被行政院撤回的，七月一号被行政院撤回，所以行政院现在来告诉我们说，要把它放在两岸关系监督条例里面。我不知道行政院什么时候要送案来。没有，那个是我说的啦。那我刚刚做主席，试着做的一个。那个主席，我说明一下好不好？好。因为那个招委会当时是我排的没有错嘛。因为但是大家当时对两岸监督条例的内容，哦，大家有争议嘛。那因为我们上个月去处理太多法案，大家都说我们内政委员会是血汗委员会，我们要处理不让两岸处理条例，包括这个集约法，包括等等这些法令嘛。那但是我这个会期不是招委啦。啊，所以他的约束力是在还有委员版，还有委员的版本，这个是在还有委员的版本啊，这个效力当然是在上个会期嘛，啊，这个会期是赵天麟委员担任招委嘛，所以我不晓得后来的招委到底他们怎么去决定这些法案怎么处理嘛，这第一点说明。那第二，两岸监督条例其实是马政府的两岸监督都要被撤回嘛，因为民进党政府不同意嘛，当然撤回啊。那其他的委员的提案都还在立法院啊，哦，所以这个案子是在我们立法院是有这个案嘛。那当然，我是觉得说应该是在立法上应该做一比较一个完整的一个考量嘛，对，因为这个会牵涉到说我们不同的这个啊两岸之间的一个协议的一个层次的一个设计，哦，我想今天除了说当然秘书长。这个位高权重啦，哦，但是主管机关就有关两岸事务的，他们是陆委会。对，今天应该，假如说啊，有关两岸监督条例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讨论，哈，哦，不管是政治协议或其他的一个协议，那这个今天的陆委会应该，哦，啊，能够做一个比较完整性的一个设计的时候，那我们委员会再来做横评的一些考量，恐怕会比较适当啦。好，那我还是试着这样处理啦。好，就是说，因为我刚才的公开说明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个有关两岸政治协议的公投，我们放到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修法过程中，我们来讨论处理。那其实这个意思跟那个黄委员意思是差不多的啦。好，我有意思。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做的建议啦，也是希望待会决议就是说，我们就删除这一条，但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来处理，然后问大家同不同意这样子。我想我有意见哈，因为其实立法院经常打假球，大家都知道。那这种球打来打去，人民会对我们没有信心。而两岸这个监督条例放这么久。行政院撤这个案子里面很多民进党的当时提的版本也都撤了，现在剩下不到几个版本在，然后我们就任由这些东西放在这里，然后不审查，
然后现在在审到这里的时候，好不容易我很少哈、哦、这么欣赏你们写的东西呢，啊，你们写的这么完整，啊，这字体这么漂亮，而且写的很有意思，组装的也很好，我都把它背起来，你知道吗？晚上要念要睡觉就背一次。哦张委员，你看你在黄委员心目中有多大的分量，你看看。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立法院对两岸的谈判，我不管它放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诺给人民，而且承诺这件事要在什么地方把它明确的规范出来，而不是说哦，今天我们讲两岸就是啊，就是说啊，谁来优先审查，然后公料的说啊，然后又撤案。然后我们审到这里又这样子讲，我觉得永远是不公开也不透明，而且人民永远都不放心，永远在这里打假球。所以如果主席要做那样的决议，我希望做一个主决议，要不然我这条我要保留。好，那不然就是让黄委员保留了哈，我们就啊好，还有徐委员，然后那个我们的杨委员都保留哈，那、啊、都保持异议啦哈。表达异议，那但是呢，我们这一条我刚刚口误不是删除，因为我们还协商嘛，就是不列了，不列这一条这样子了，就然后我们就照我刚刚讲的决议，我们希望说能够确保国民主权，确保主权不受侵犯，而且要在两岸的政治协议要得到人民高度的支持，并且还要让两岸政治协议的定义、授权、谈判、签署程序要更正完备，所以我们等到两岸协议进入条例在修法过程中。在讨论相关的公投议题。那相对的，主席，如果你要做这样的话，相对行政院的版本一定要出来啊。行政院版本也不出来，然后我们什么时候要审？我们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今天是十二月几号？我都忘掉了。那我们这个会期都要快结束了，你要让人民看到什么？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让三位委员表达异议。好，今天再差五分钟，我们就审十二个小时了。来好，那个第三十一条，大家再看一下哈。行政院这边有提到说，因为我们连同着第二条的修正之后，我们的第一项第四款，我们呢这个有关宪法后面的修正案、领土变更案，我们就一并跟第二条的体例一致，就是有关宪法之复决案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呢？那个，对，我们这样子才能够跟第二条跟以及我们刚才讲的全部都能够一致性哈。好，我们就做这样子一个宣告。好，那另外哈，公民投票法条次调整及条文文字，还请条文跟第二条是有关，那我们就要保留。好，那个黄昭顺委员哈，跟徐委员跟杨委员都保留哈。那个还有那个陈义杰委员也保留哈，那个好，请王国璋委员。因为我们之前啊，在第二条的部分啊说过，等下到院会处理的时候会依照时代力量我们自己之前的版本，那所以到时候三十一条一并处理。那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说，即使哈，先目前按照贵委员会针对第二条，那你们所处理的条文。那有关的文字也不是有关宪法的复决案，而是应该是依宪法。好，第一复决依宪法的复决案，就是、有关改成依了哈。绝对不是用有关，是不是？好，那我们就把有关改成依哈。来，我来宣告一下，《公民投票法》条次调整及条文文字，请内政部、中选会相关人员与。本会的议事人员共同合教，避免不一致，因为这个有点非常复杂，所以请一起协助我们来做条次的整理。好，那我们要来做宣告了吗？好，好，各位委员辛苦哦。这个经过十二个小时马拉松式的这个审查哦，再过一分半钟就整整达十二小时了哈、哦。
那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并案审查完竣，领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本案需不需要经过党团协商？需要。好，请推阅委员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推本席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可以吗？好，那我们就散会。你跑你面前动的哈。